我来看报道顶，大清啊秋下开保险宫已经是将近300年的历史啊。因为讲年久失修，伫诸位顶地方各界人士，大家出钱出来的情形之下，伫今年来进行整修。这两天正式完工，庙宇嘛举办这庆祝仪式，或者现场是相当的热闹。报道顶大清开保险宫，虽然讲是一间小庙宇，但是历史已经真久啊。根据诸位表示。到今年为止，已经是特别有这300年的历史了。但是马云讲年久失修，所以今年是重新来整修，而且伫这两天正式完成。庙宇嘛来安排进到这个庆祝活动。今日就是咱保险宫哦，就会安装哦，啊，今日拜红年安尼吼，啊，就是叫做啊，一早就上英团两三点哦，8点到10点，10点到12点，12点到2点。啊，即马2点到4点的，就是叫做不离戏。啊，4点到5、6点的，就是雕王爷。哦，啊，6点过去就是空乐队啊。哦，啊，咱就今日的过程就是完成。哦，咱的保险宫有真侪的庆典活动安尼。根据庙宇人员表示，即摆庙宇的整修是开了1200万，都是地方各界人士大家出钱出力。庙宇本身并无开着什么钱，所以诸位也特别感谢社会各界人士，大家对着庙宇的支持。今咱地方吼，啊，甲有诚心的人士来咱赞助真多，安尼啊，无啥开家己的资本开少啦，开无就拢来赞助啊多啦，吼，啊，真多真感谢安遮台南信路来甲阮赞助安尼吼，真感谢。报道电报行宫地点就伫报道电的大金卡。自过去到即马，都有真侪信徒，马云讲有信徒的支持，所以这一边整修是非常顺利。庙宇嘛，欢迎乡亲，最近确实讲有时间，都会当来报道顶行行的，而且来这保险宫参拜。就是新闻蔡刚平报道报道。